真诚的欢迎你来到爱与喜悦的世界，你将会学习到不同的宗教启示，使你更有活力，能够滋润生命的永恒。We sincerely welcome you. You are about to learn various religious inspirations which can nurture your own angel.每个生命接受彼此的不同，世界就拥有和平的契机，多元共生，相依相存。灵鹫山星道法师
创办世界宗教博物馆。世界因为宗教与经济利益而冲突，人们对彼此的不了解，期盼大众借由世界宗教博物馆这个平台，听见内心深处和平的声音。筹建世界宗教博物馆的理念，多次在世界宗教会议中备受瞩目，筹建过程中也获得多方支持。Dr. Sullivan 领导博物馆的规划， Ralph Applebaum 负责展示与空间设计，打造出充满巧思与发人深省的博物馆。清澈活水在流动之间，洗涤人心。面对自己，我是谁？一步一脚印，迈向灵性的道路。Thank you.
哈哈哈哈。